So nice to be resort permission to the Shad Center to upgrade today's park ticket to your annual pass. After entering the park,大家来到这一座独特的山顶观象台，它坐落在我们亚百利最神圣的塔古峰之巅。嗨，哦，大家都吃了吗？大家认真看一下这个安全食品。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你必须做好把所有随身携带的物品都放在座位下面的储物格里。扣好安全带，拉黄色耳片以确定安全带紧扣，并时刻照看好你的小孩。够不着座位上所标志的坐高要求的不足成员，必须把安全带穿过座位上的中环后再扣紧。如果你或者你的同伴恐高，那就最好待在陆地上，等其他不足伙伴翱翔归来。看来大家都掌握了安全提示。现在我们就冲向蓝天。Oops， 不对，我们去飞了。Oops， 这也不对，我到底忘了什么呢？啊，想起来了，我们展翅翱翔。